要为人民服务，所以我要求也要拜托所有我们国民党在我们党内国民党党员要做什么，一不偷二不抢，要打造光荣国民党。国民党的议员跟立法委员要做什么，国民党的官员要做什么，不贪污不腐败，心中充满对人民的爱。如果做到这一点，人民会信任我们，会把选票投给我们。各位，我们所有的鼓山大林雅地区的乡亲，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观点，请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看到这几年的政治啊，说不出来的心酸。当年我在高雄哦，我们黄昭顺主委干立委，我们是同班同学，同一天进立法院。那个时候啊，他一脸青春洋溢，我满头秀发。我另外一个同学啊，在立法院到现在还没有走啊，还在当啊，叫柯建铭啊。我们是都同一天，